过去和未来，能统一两个世界的手表，很幸。Hey， 我是 NBA 大熊 March Bear。刚刚呢，蹩脚片头看完了以后，就应该就知道我要开箱的东西是什么了。如果还不知道呢，我就只能告诉说没办法，因为大熊没有买食王二的标头，所以只能做出超级蹩脚的开头。今天呢，就是刚好收到了食王二，那我们就想说要来立刻来开箱喽。Yeah， 哦，把食王一跟食王二呢就这样放在一起，因为呢。我们来比较一下食王一跟食王二的差别。OK， 我们来拆开 Tupper， 光打开就觉得很帅，还好有定啊，本体真的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它有把剧中的外形呢再稍微修一下，有把它修正的更好看了。打开它，哇，本体的银漆真的好好看哦。因为一般的一开始的这一只之前开过的食王啊。它的银漆也超级漂亮，可是因为它银漆呢偏少，然后这一只呢它银漆超多的，因为它这里有两条表带全部都是银漆，然后一路延伸到头上来，这边也全部都是银漆。唉，又是没有贴纸的表头啊，全部都没有贴纸。不过呢，这一次的好的地方呢，就是这里它有刻出那个食王二的图案，这个也是有刻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呢是做的非常好的，也不需要贴纸的，超棒。这个旁边这个紫紫的金属漆呢也是非常好看哎，那金属漆真的好美哦。不过我觉得可动应该就跟之前那个食王应该就差不多了。SHF 的可动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头雕真的有修正哎，好好看哦，有认真的修正过。食王二的那个头的摆动比食王的还惨，食王二。看那头的摆动好惨，一点点而已，就是向下、向上、向上完全卡住。狮王的可动还稍微高了一点呢，可动的地方呢就不用特别展示了，主要是细节的部分真的很棒。它有把那个所有的假面骑士身上的刻线、刻痕啊，所有的外观啊，全部都做出来了。除了那个可怕的表头以外，全部都做得非常好。不过呢，食王呢非常让人诟病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们一连贯的，就是这里这个呢，因为不可动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像是我要做出这个姿势的时候，基本上表头应该是在下面，可是呢，因为它只能够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会跑到旁边来。这个地方真的很惨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武器吧，这个武器很重要。其实大雄已经在前几天看过，就是有些人开箱，然后。他们这个武器啊，真的超酷的。这个武器就是食王二的这一把武器啊，它的金属漆也是上的非常的漂亮，很完整的金属漆，刻线也非常的好。尤其呢，还比之前这一只食王的呢好一点，就是这只食王背后就是全黑，然后没有什么特色。这一只呢，它背面呢虽然只是银漆，可是我觉得会比黑色来的好很多。然后这一颗，这是食王的。脸，这个是食王的脸，不是食王二的脸哦，是因为食王二的脸是长得不一样的，可以把它直接就这样装在武器上，压上去这样装着。这把武器其实长得还蛮炫的，有点帅。哦，这里，它有做机关，哦，可以切换呢，好帅哦，它跟巨重一样可以这样切换呢。太吓趴了吧！哦，好帅哦！要让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他可以先把它拔掉，然后呢，再把食王的武器给拔掉。那这一把武器呢，是之前大雄开过的那个食王的摩托车呢里面才有附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只有买食王跟食王二的话，是只会有这一把武器的，会没有这一把。那为什么叫这一把呢？因为它很。帅气的，可以这样子把它给合上去，超帅的啦！它可以这样子合体，然后变成超长一把。然后呢，这个面具呢就可以装在食王的武器的下面这一块这里，合体完成，好炫哦！而且变得超大一把，快跟本人一样高了，好厉害！这一把武器真的是还好有买摩托车，虽然摩托车很贵，可是呢这样子可以合在一起，真的太帅了。
好屌哦，屌爆了，太帅了。然后他那个手这里的银的漆啊，也都是非常好看的。那我们来让他拿武器吧。哇，好帅，好大一把，超帅的啦！哇，好爽哦！哇哈哈哈哈，这只太棒了啦！还可以把他另外一只手拔掉了之后。还可以把它变成双刀流模式耶，双刀流有够吓趴的啦，好爽哦。虽然死亡的剧情说实在的有点悲催，可是他的角色设定跟造型真的很好看，大雄真的超喜欢这个角色的造型的。不觉得死亡这一系列全部摆在一起超帅的吗？好爽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太帅了。而且大雄觉得啊，他死亡跟死亡二啊，真的要把它做出有点像是角色进化的样子，而不是说突然把整只的造型都改变。他真的有做出那种就是第一形态、第二形态的感觉，有认真的去做出区别，然后不会说就是整只角色完全变得不一样，而是真的就是非常棒的那种造型感，真的是很值得收的这个系列。虽然那可动真的是阿妈棍有点惨，还好他这边没有内八，因为之前这个就是死亡一第一个系列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系列所有角色呢都有内八的问题，所以摆姿势呢会比较没那么好看。可是呢，他死亡二呢跟逢魔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非常的好看呐、啊，太感人了吧！可惜这里不能转，这里不能够像剧中这样转，因为一转他就会 back 断。哇，这一只好棒哦！那等一下大雄呢会用旋转台给大家看一下死亡二的精彩动作嗨，今天大雄的影片呢，看了还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大雄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出去。那不管你是想跟大雄聊一下《死亡》的剧情呢，或者是《死亡》观后的感觉，还是说你对于《死亡二》或者是《死亡 SHF》有什么感想的话呢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，我都会回应你的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请帮大雄订阅一下，让大雄更有动力去制作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咪。